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这个 log 有意义，好不好？有意义三个条件：第一个，这个真数要什么数？整数；第二个，底数要什么数？整数，而且底数不能等于几？一，对吧？哈，所以三个条件：真正、正底、底不一，对吧？所以真正是第一个，这个真数负30平方加上 17ak 减10，一定要怎样？大于零。正底底数 a 减一也要怎样？大于零。底不一 ，a 减一不能等于几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这个真数要为正的，底数要为正的，而且底数不能等于几？一，好不好？真正正底底不一。之后麻烦你算一下这个东西，这把减一移过去可不可以？可见 s 大于几？一。这把减一移过来行不行？可见 x 不能等于几？二。那这个来，老师把它拉到旁边好不好？解不等式喜不喜欢领导系数化？不喜欢。把它同乘负一好不好？变30平方减掉 17s 加10怎样？小于。把它抓起来因式分解 ，30 减2等 a 减5怎样？小于零。不管小于大于先看什么，等于零。s 是几？三分之二或是几？五。小于零取总积。小于取中间，所以说 x 介多少？5到三分之二中间，这样行不行？算出来的时候，麻烦你去找出这三个答案共同地方。你观察一下第一组答案，对吧？哈 ，s 接5到几之间？三分之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第二组答案 ，x 要比谁大？比1还要大，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好，所以综合这两个条件，所以说共同的地方是这一块，所以答案怎么写 ？x 要接5到几之间？一之间，这样行不行？但是还要再加上这句话，但是 x 不能等于几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好 ，OK， 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